走会吗？这是热带雨林吗？沼泽都出现了呢。这跟嘉明湖的路完全不一样。嘉明湖是热带雨林，嘉明湖是山路。拍起来怎么还好？我们现在离嘉明湖大概2.7吧，2.7公里。哦，嘉罗讲错。然后我们从差不多12点，现在才下午2点，才爬2个多小时就快到目的地了，觉得有点小确幸。上次嘉明湖是地狱，这次嘉罗湖是小天堂。准备开 party 喽！对，今天主题是泡面趴之嘉罗湖。天哪，这很难下手哎、欸。那个轻轻的，然后这样跨过来，一步，两步。哎呦！小心小心！哇，这里泥泞到爆，我来踩给大家看，深陷深陷，有没有安格斯的脚印？很嗨，踩泥巴，踩泥巴。独恋安格斯，为什么要这样子？他说他上次照顾他，这次却遗弃他。而且这里的路真的没有人在维护、欸，你看这里的路，嘉明湖就有维护，因为他说那是国家公园，这里就是放任它长，自生自灭，非常的原始。天哪！突破重围。我在看人家网志的时候啊，有看到有那种要拨开芒草的路哎、欸，干嘛啦？又卡住了是不是？你看这的路，好精彩哦！我直闯树丛。我觉得这边很像案发现场，弃尸在这边不会有人发现。等下会不会其实就有一个尸体？啊快到目的地的时候，这边的路就变得很崎岖了，各种泥泞的土地，还有这是什么草啊？蕨类的一种草，这可能只有我的插花大神侄才会知道，他很厉害，他可以看到什么树、什么植物，念出什么名字。我们来到了蛮难的关卡，哇，小心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接下来这段路很屌，峰回路转，有一个天然的小木梯耶、欸。手工手工的用错词儿。等一下我的鞋垫又跑了，借我跑。为什么你的不会跑啊？就是需要留一点脚汗嘛。很屌，我把你的音质录下来了，媳妇儿。哇，好空灵哦。我们在云里面，我们化身成仙女，飞了是吗？这边超难走的，好美哦，这个路。阿青要把这一路上所有垃圾都捡完，这画面感一定要录一下。嫁给他绝对没问题。这什么路？我们应该没有走过吧？很没有路的路哎、欸。阿光师，不放弃的停雨。哎个。这里很优美，感觉会有暮光之城的吸血鬼在那边跳来跳去。长这么大，看到青苔长长的样子就是这个样。摸起来也不会太滑，就是有点粗粗糙糙的，可爱可爱的。哎、欸，你太弱了。小露珠，我们来到了仙境，雾茫茫的一片。我们走得出去吗？真的会有东西出来吗？前面是谁？是蓝衣小女孩。来玩。是啊是啊，这条路不用担心。这一条路啊，这边个班啊。然后呢？哪里啊？右边、啊。因为那个草有被踩过。好。我们在好像快到目的地的一个地方，有个交叉路口，结果。各位是要往上这边有布条地方 ，Angus 和悠悠刚啊怀疑人生了，他们回走30分钟，有点下雨了，穿一些防雨的设备，我也把我包包套起来了。你的雨衣好好看哦，悠悠。各位观众，这里超猛的，我们就是直接开辟一条道路，完全不一样。嘉明湖有步道，这个完全没有，很失控。不能小看嘉罗湖，它后半段也是蛮厉害的。爬很快，悠悠，结果事实不是那样，其实蛮长的，好，快晚上了，这段真难走，没话说这段。哇，很难爬的路，我们自己走的走出来的哦。下一个就是燕燕啦，赶快上来吧。可以，树干跟那个有 feel 有 feel， 这边超难，可以拍 MV。这段路超难的，算你狠，嘉罗湖。不知道是不是走这一条，超难爬，直接90度，累爆，只能跟着白布条。对，还没有个白布条，很像招魂，很崩溃。
哎哎，还好吗？那你帮我，那你等下帮我拿灯好了。好，等你。那里，有看到吗？看不到你哦，你不要，你要照下。我看到了。哦，有布条。对，那里。各位，现在是11:几分呢？11:23了。我们走到了，应该是快木林登山口，然后我们走错路。我们从下午3点多吧，爬到现在快12点了。这是一个登山车开辟的道路，快到了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快到了！快到了！爬上去了，已经爬上了。我爱你们。好，等一下哦。来，一二三。因为我现在真的完全没力气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你那个施力点不对，爬过去坐好。我看网路上说前面就是平地了，加油加油！来，一二三，可以。好，坐好了，坐好了，坐好了。好，我休息一下，灯关掉。哇 ！GoPro 还是拍不到，很多星空，然后很美，希望已经快到了，加油。现在长得很丑，现在已经2点多，我们终于搭好帐篷，吃完东西，整理好，准备睡觉了。很屌，13个钟头。今天是我人生的极限，很累，很累，很累的累。我一直很怕上新闻的，差点要叫直升机了。真的，尤其是那个90度停那一段，觉得好像要直升机。好，大家晚安。